權項目了。這位就是馮志明，他現在耍的就是少林劈掛拳第二路，雖然是年紀輕輕了，但是硬橋硬馬全部都是真功夫來的。這位就是周良先生，他今年已經60歲了，是全部參賽者年紀最大的一位。他現在耍的就是太極拳，你看氣定神閒，一派名家的風範。好了，看完一輪拳腳功夫之後，現在就輪到短兵器的項目了。這位就是女子少年組的黃秀薇，她現在耍的就是箭步單刀，你看耍得虎虎生風的，果然是巾帼不讓蘇眉。今晚進行的只不過是初賽來的，而決賽是安排在下個禮拜六晚6:30，同樣是在旺角麥花臣體育館進行的。而決賽的人數是沒有限制的，只要評判認為初賽的者能夠達到這個水準，就可以進入決賽了。相信到時的項目和競爭一定會更加精彩的。現在看的就是男子，上星期看我介紹的全港第三屆國術群英會的初賽，今次我來到旺角麥花臣體育館為大家介紹決賽的情形，全部都是本港國術界精英之中的精英分子來的，我們一起去看看吧。經過上個星期六的初賽之後，230位參賽者當中只有近60位能夠進入決賽，分別在四組共14項賽事裏面爭奪金銀銅獎。倡導中國傳統國術，推動市民參與強身健體運動是今次群英會的宗旨，同時通過表演方式互相觀摩，共同研究，提高國術水準是所有參加者的目標。正所謂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，他們是不會計較得失的。叱咤武林話香港，功夫廣場又同大家見面。傳統國術價值何在？香港的國術發展的情況又是怎樣呢？在我身邊的是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的主席江佩偉師傅。江少，喂，hello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嗱，正話咧，我哋又睇過條片啦。咁呢個係第三屆，都好有歷史價值。咁你作為一個傳統國術流派嘅總會嘅主席，又可唔可以先介紹下呢個會？其實當時係點樣成立嘅咧？咁其實咧就係1968年嗰陣時咧，就好多武林嘅名宿，其實遠過1968年之前咧，其實佢哋都有心去將個武林界係大家共同去團結嘅。咁1968年咧，點解會刺激到咁實行咧？就因為咧係新加坡成立咗國術總會嚟訪問香港嘅武林界，咁咧成班嘅武林名宿就一齊接待嘅時候咧，就開始有咁嘅衝動。喂，點解人哋嘅國家可以團結一致，而我哋香港仲未可以去做咧？咁由咁嘅時端咧，就開始成班嘅老前輩愛好者就決定係組織一個總會。咁啊，由1969年咧就開始成立註冊，就命名為香港中國國術總會。喺1970年代咧就正式就職啦。你介紹一下一啲師傅嘅名俾我哋認識一下咧。其實當時亦都好多嘅代表人物㗎，咁例如鄧生啦、陳漢忠啦、胡少寶啦、關德興啊，仲有好多個門派嘅代表都喺度存在嘅。係係，應該有陸志夫啊、關德興啊、陳漢忠啊。仲有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都帶咗一啲好耐歷史價值嘅，呢個係第一屆嘅。咁我哋因為好多個名喺度，咁我哋可以各家各派嘅師傅都有代表人物喺度喎。係冇錯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咧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我而家咧就睇睇下，例如葉敏啦，葉敏師傅啦，鄧生啦，陳漢忠啦，陸志夫啦，倫芝啦，關德興啦。謝榮斌啦、夏國章啦、李英昂啦、林滿江啦、龍啟明啦、胡少寶啦、鄧志剛啦、廖子強啦等等，好多都係喺一個每一個門派入邊咧，都係一個舉足輕重嘅人物嚟。好有代表性喎！係啦，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咁當時組織呢個會嘅時間，又有啲咩活動搞過咧？當時？當時係1968年開始籌備，喺1969年咧就。係註冊，咁當時咧，亦都得到黎家華專員啊，政務專員
就支持呢個活動。咁咧就第一屆嘅香港節就由香港中國國術總會咧係得個大巡遊嘅。咁當時亦都係好多新聞啊、報紙啊，又宣傳我哋呢個會表演巡遊活動。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巡遊嚟嘅。咁當時咧亦都係一啲典即係少少嘅插曲咧，就係、是。在警察部那邊咧，係好驚住個大遊行咧，因為有龍有獅啊，好多師傅出嚟咧，係驚住個社會有少少混亂嘅。咁但係咧，阿黎家華專員咧就真係佢就好對於我哋嘅文化咧就非常之貢獻大，佢就一力承擔。佢仲夾硬講一句説話就係話咧。師弟係講嘅，佢就話師弟係講嘅，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小插曲。佢話如果因為有事咧，我可以用個烏沙嚟擔保。係，咁咧，因為呢句説話都好緊要啊，當時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大聯盟之後咧，就好有秩序，咁啊代表咗香港一個大巡遊，而亦都受到普羅大眾嘅歡迎，亦都尊定咗我哋國術總會喺香港嘅地位。其實江主席，頭先講咗國家各派都有個代表人物喺度。其實我又即係路透社、路邊社都有人噏過一樣嘢，就話當時成立都有啲即係有啲小插曲摩擦嘅，好似就話某派又唔中意某派喺度，某派又唔中意某派又喺度，咁呢啲又點解嬲尾又可以解決到咧？又係咁其實咧，人與人之間咧就係最緊要係坐低傾偈同埋相處嘅啫。咁如果成立嘅時候之前未成立之前，係因為各個門派嘅理念唔同。大家的所有的思想不同，咁你走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有問題嘅。咁但係一成立嘅時候咧，能夠大家坐埋傾偈啦。哦，傾傾下偈，哦，覺得原來我哋國術都係我哋嘅中國嘅文化嚟嘅。咁又有意見，慢慢坐低傾偈，而感覺到大家嘅熱誠。我哋唔係為個門派去做，我哋係成個武林界。去做呢樣嘢，能夠為武林界出一分力，咁所以咧，嗰啲只不過係一個小部分嘅插曲，但後期咧，就係經過大家磋商啊，各方面溝通啊，人與人之間仲要傾偈，明白咗大家嘅發展路向都一致嘅，咁啊個總會發展得好，咁各個門派都發展得好，係其實對我哋國術文化都好好，所以咧係收尾咪可以坐埋，係共同去成立咗呢個總會啦。其實江主席。我哋休息一陣，我哋轉頭翻嚟又再傾下。咁究竟經歷過呢幾十年嚟講咧，國術傳統嘅國術流派個發展嘅情況又係點樣樣咧？我轉頭翻嚟先再講過好嘛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